且它会根据部队里头它的兵种不同，它配的武器都不一样。那块也好。在永空里呢，除了陶俑以外，我们还会看到陶马。这个马呢，后面空的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放车的。哦。这个车是木质的，都已经朽了。但是你会看到车后方。